为配合用家组装采用 AMD Trinity APU 的全新 HTPC 平台 ，ASRock 最新推出采用 Mini ITX 规格的 FM2 A75M ITX 主机版，可配合 Trinity APU 为 HTPC 提供高效流畅的高画质影片播放能力，亦支援 DirectX 11游戏运行，成为用家组装 HTPC 的新选择。ASRock FM2 A75M ITX 主机版PCB 面积为 17×17cm， 适合迷你的机箱中使用，采用 FM2 处理器接口，主机版处理器采用四相供电，配合全版固态电容，支援 Trinity APU， 提供 HDMI 和 VGA 显示输出界面，配合内建 Radeon HD 7000系列绘图核心的 APU， 支援高画质影片播放，并支援 AMD Steady Video、HDCP 和 Blu-ray 3D 等技术。主机版采用 A75 系统晶片，提供两根 DDR3 的替插槽，最高支援 32G。虽然 HTPC 用家较少超频，但亦支援高达 DDR3 2600+ 的速度，为系统提供更高效能空间。同时，主机版亦保留一根 PCIe 3.0X16 接口、学升级绘图卡或者安装其他硬件，提供四个原生 SATA 6Gbps 界面，支援 Raylink 1和 Ray 10功能，同时亦提供两个后置 USB 3.0 和两个前置 USB 3.0 高速界面，以及于背板上提供一个 eSATA 6Gbps 界面，扩充功能十足。此外，基本的配备还包括透过 Realtek ALC 892 HD Codec 音效晶片，支援 7.1 声道高传真音效，亦支援 THX True Studio 技术和蓝光音效，搭载 Realtek RTL 81112 网络晶片，提供 1000Mbps 网络服务，支援网络唤醒和网线侦测。除此之外，主机版还支援 ASRock 独有的555功能，包括 Xverse LAN、Xverse RAM 和 Xverse USB。 除了于硬件方面，主机版亦配合多款软体，提升用家日常使用的便利性，加入 Chrome 浏览器和工具栏，亦提供 Easy Raid Installer， 方便用家简单设定 Raid 模式，同时亦加入支援 Matrix 多媒体套件和 Cyberlink Media Expresso 6.5 使用版，方便用家播放和管理多媒体内容以及进行影像转档。此外，除湿功能更针对潮湿的环境和气候，令主机版减低损坏机会，加强耐用性。